中国古代寓言故事。暗示：从前，在东方的一个古国中，有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师，他博学多才，而且教书很有方法。有一天夜里，他拿着两枚银钱，分别给了他的两个学生，说：“今天，我把这两枚钱分给你们，你们拿着钱到集市上随便买一种东西，把这间黑暗的书房填满。”两个学生听了老师的话。 就都急忙到集市上去了。没多一会儿，其中一名学生回来了，他用一枚银钱买了稻草，并告诉老师说：“用这些稻草可填满这个书房。”老师说：“满是满了，可是书房不比原来更黑暗了吗？”又过了一会儿，另一名学生也回来了，他只用这枚银钱的三分之一购买了一支蜡烛，点燃后放在房内。他告诉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已经填满这件暗室了。” 老师十分高兴地说：“好啊，好啊，你用光明来填充暗示，这种办法实在太好了。由此可见，聪明人善于动脑筋想办法，他办事的效果肯定比别人更好些。”